我拉本刚出啊。按站子，拉什么？拉这个？按站子。拉到啊，也是。要是去就穿另外的一个颜色的。
其实我不想挑，我只想看他们三个吧。三个，对，他们三个。给他们点点赞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不错，全开直播。姐姐在这里。那这个是这来下雨干嘛来大哥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不知道问他们，你去问他们，赚钱去了。可以这样子的哦，我就把那个航拍的好像画面我重复了放20个小时，然后把那个音乐全部加到里面，所有音乐哦63首吧，没有20个小时，应该就是1-2个小时循环的放。这白天的话可以跟踪吧，跟随，但晚上光线太暗了不行。试了几次，这个很近的安全有问题。晚上光线太暗了。哎，这几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快点去看，这五个，现在时间是7点钟，8:30，8:23，这记录记录，然后这个可以做封面，这五个一排，今天那个汪姆穿了一个有点小玲珑的那个啊，这个应该那个颜色，哦，应该是第二次，我以为是一个新来的，没认出来。看到了，是吧？
这个干嘛？你说这个音乐正好配啊，很同步啊，这种。因为你会玩了30分钟，然后你换电池也耽搁了几分钟，然后音乐的话你跟不上，不好配。配音的话，所以自己乱配。这是这是高赞高手，那个做活的，因为那要来修，不一样。但是相关的，但是先做就行。啊对啊，还有一整，没到龙马桥啊？啊，没到龙马桥吗？没到龙马桥啊，这玩意儿。没去了，没去，我这边。那没人啊，那边拍的相都没人。龙马桥越来越少了。对啊，拍摄都跑这边来了。他不是要收钱吗？1500吗？谁说的？他们有些贴了钱吗？但是没找我要，没找我要。大哟，上面的无人机风有点大，已经把我凌乱的头发吹得稀里哗啦了。哎呀，我没想到我们幽灯开得这么好看啊，真的没近距离欣赏过，自成一派啊。这是在城东武侯区高升桥地铁站，对，今天佣金05，对对对，佣金05。看看小楼起站，宝马处。单独做那个航拍的视频的话，音乐跟不上了。如果电池能够录一个小时，可以。
了吗？这底儿到了吗？到了，这边十一，哎，我这边十一了。Yeah.
看他的时刻。